你直接说他为什么不说名刀得了？直接两个啊！玩一把魔腾，对面谁打野？左一打野。两级诺手可以抓一下，他升不了三，这回来个 Q 三他死了。虽然他血太多了，有点断节奏了，他在红 buff 蹲我们，给他蹲。我们打 F6 去，他蹲了半天被卡等级了，前面又被我打了一个闪，自己死了，这也能换。他刚才蹲半天掉了差不多一波线，跟踪手待会可能会直接来找我们，这人有点记仇。这两组野刷我们升六，有人要倒霉了，他闪现快好了，还有一分半吧，起跑还开了，他完蛋了，再见。其实梦魇那一百多那皮肤很拉的，不如这款的手感。他那个皮肤老皮肤太早了，十来年前的了，在当时的技术里面，那皮肤算是很可以的，但是放到现在就不太行了，没必要飞上了这一波，飞下吧。跟着走先，恐惧道，跟着走，他没闪了。距离不够，三层真的节奏，飞到了。跟着走有加速，他们中单死了，打野没状态，直接可以吃一血塔了，诺手不见了。先杀后面那个，这 EZ 在前面一点点。你看他不在前面，一点点技能他又跟不上，一丝血，又是打的一丝血过来捡人头，这种人看着就很烦。他都有跟没有一样，
但是对面残血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他。这样那么后面你开了他又跟不上，等你打的差不多再来个什么闪现 Q， 满血我威诺诺，残血我重拳出击。哎，丢失视野了，这会又看到他了，锁到了。有点极限，大的时间刚才马上要到了。你有病是不是？啊，你非要过来恶心一下我们？你不知道搞人待会要付出代价的吗？每次非要亏着线过来搞我，最后导致自己对线打不过，何必呢？别 A 他直接走，死不了。这个就是近战打野一点不好，打龙的时候你就容易吃技能，你还要扛龙的伤害，这远程的打野就不会这样了。我怎么出这个？我圆弧呢？我咋买的爪子呀？先退一下。而且还有个带着小兵过来的，我就知道。我这不想飞拉克斯的，这女警自己站这儿，那就只能让她开刀了。她装小兵去了，好像。看来他半天没出来，果然他装个兵在后面等着，我找了他半天。嗯嗯嗯嗯等下我们大好子拉克斯也刷新了，同步一下吧。我是不是我不飞你，你就觉得我不杀你是吧？塔都没了还走脸上来，你是觉得哥秒不了你吗？啊，是不是我不飞你，你就觉得你能排眼了是吧？还走到脸上来。拉克斯为什么不出绿战？你直接说他为什么不出名刀得了。直接两个啊。还不买金身吗？我都不理解，这能不买金身的啊？你是觉得哥秒不了你吗？这拉克斯就是欠秒，金身也不买，又爱走脸上，喜欢一个人逛草丛。刚好我也喜欢在草里面，他有钱早买，他都有钱买大半，怎么会没有钱买金身呢？啊，只是他不想买而已，知道不？
我带到泉水里面去了。没事，他下波没闪，没事，就给他不买挺好的，不买就一直飞，无限飞。好像盾都没破，进野区会点蓝，等下一波到。进野区会点蓝，等下一波到。进野区会点蓝，等下一波到。致命节奏才是最适合梦魇的，没有别的，起来的就不缺伤害了。你起不来了，你不带这个你就起不来。